小朋友平安，各位家长大家平安，很开心今天3月29号耶和华所定的日子当中，我们在主的面前一起来敬拜。正光教会这疫情的缘故，有防疫的一个决定，我们从今天到3周我们暂停的在教会里面的聚会，所以3月29号，然后下礼拜是4月5号，然后4月12号，但是4月12号是还没有确定，我们再一次4月8号教会重新评估，我们重新报告，重新公告我们家长，我们所有的小朋友。但是我们相信今天我们虽然是网络，透过网络的直播，然后我们在荧幕前，我们的小朋友一起来敬拜赞美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是以马内利，与我们同在的神，无论我们在哪里，无论我们做什么，我们的神与我们同在。我们相信我们的小朋友今天早晨用喜乐的心，用感恩的心，来赞美的心，来敬拜我们的主，好吗？大家准备好了吗？首先我们吸收好了吗？还是有一些的小朋友还是穿着睡衣吗？如果你还没有起来，就是赶快要整理，赶快要起来洗手洗脸刷牙，我们敬拜我们的主。大家准备好了吗？首先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是会前的祷告，我们邀请何波哥哥为我们祷告。各位小朋友大家早安，好，我们又一起来到教会来敬拜我们的神了。不管你是在家里，或者是你在其他地方，你看着影片的时候，我们要一起来预备我们的心，我们要准备来敬拜我们的上帝。在我们主日开始前呢，有很重要的事情要先说，我们要先来做一个祷告。那祷告呢，要来祷告什么呢？最近呢有，当然大家都知道疫情很严重嘛，所以我们等一下有3件重要事情要祷告。第一件事情呢，是为大家的健康祷告，请为你身边的朋友、同学、你的家人，或者是教会的朋友，反正你认识的、你关心的人，或者是很远很远的地方有生病的人，或者是其他国家有生病的人，都可以为他们祷告。所以我们等一下要先为疫情来祷告。第二件事情呢，是来求上帝保守大家的平安。第三件事情呢，是求上帝来安静我们的心，让我们呢可以等一下在敬拜中有很棒的学习。好了，那小朋友我们一起来做一个会前的祷告。好，把你眼睛闭起来，把手合起来，跟我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把今天的敬拜交给你，我们把今天的主日也交给你。主啊，不管我们在哪里，你知道我们的心朝着你的时候，你都是喜悦的。主啊，我们特别要把生病的、有病痛的，或者是暴露在危险之中的，主啊，我们好像到处都很多病毒啊，或者是很多很危险的事情。主啊，求你来特别保守我们的身体，还有我们的家人、我们的同学、我们所爱的所有人，不管是我们的爸爸妈妈、阿公阿嬷，或是我们的邻居，跟我们接触过的人，主啊，都求你来保守他们的健康，也借此来保守我们的健康。主啊，也特别来保守这个疫情呢，在全世界、在我们的国家里的影响。主啊，你来保守这些人的心。主啊，即使他们不认识你，他们可能会有很多恐惧跟害怕，但是主啊，求你来安慰他们的心，也借着这个机会，让更多更多的人来认识你。主啊，让世界上的人可以知道在你里面是有平安的。主啊，也求你来保守我们的安全。主啊，我们礼拜天没有在教会，我们可能在其他地方，不管是要外出的或者是在家里的，来保守我们的行程的安全，特别是来保守我们在外面有出游的，或者是在外面还在做事的或甚至在工作的父母亲，都来保守他们。主啊，也求你来保守我们的心。主啊，我们把我们的心献给你。等一下我们要开始我们的敬拜，晚点我们也会有听信息跟上课的时间。主啊，求你来保守我们的心，来照顾我们，让我们可以专心来认识你，来仰望你。主啊，求你与我们同在，你悦纳我们的心。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哇，小朋友，我相信今天我们的神与我们同在，虽然我们在不在一起，但是啊，我们有透过网络，我们的灵与我们同在，我们的上帝、我们的主耶稣与我们同在。我们用喜乐的心来赞美，好不好？大家准备好了吗？我们第一首歌，我们非常非常喜欢的一首歌，我们每天写的面前，
我们主耶稣基督的面前，我们一起来唱在你宝座前。我们的采用班、萨母尔班、提莫台班的所有的小朋友，我刚刚看起来，所有的人都是已经跳舞，有举手、拍手来唱这首歌，很棒的。我们接下来，李牧师非常喜欢的一首歌，我相信你们每个人都非常喜欢，对不对？对不对？很喜欢的一首歌，求你充满我。知道这首歌吗？当那日我们的主耶稣深夜中忽然在临之时，只有一杯，准备好了吗？我们一起来唱这首歌。我们前半段是用歌词来唱，然后后半段呢，第二节的时候呢，我们一起来跳来唱。大家准备好了吗？一起来哦。高又高摩，圣灵啊，求你浇灌我。
膏油膏抹，你用膏油膏抹我时，我的力量将福音传扬。你用膏油膏抹我时，我翻向主的带。当那日我们的主耶稣深夜中忽然在临之时，只有预备好油的人才能进入主的筵席。当那日我们的主耶稣深夜中忽然在临之时，只有预备好油的人才能进入主的筵席。当那日我们的主耶稣深夜中忽然哇，已经流汗了，流汗了，真的，哇哇哇哇！刚刚有跳舞，在是楼下的人，就是应该敲我们的家里的门，因为我跳舞了耶，很开心。接下来我们唱第三首，这首歌我们最近有学习的，我们的主耶稣每次看顾我们，保护我们，还有与我们同在。所以这首歌呢，我们的主耶稣就关心你，耶稣关心你。不要惧怕，主耶稣早晚都看顾着你，他保护你也会听你呼求，他会使你刚强，耶稣垂听你祷告。耶稣时常关心你，耶稣时常帮助你，耶稣时常保守看顾你，因他爱你。耶稣时常关心你，朋友，我看看，就是你们的敬拜真的很棒。我相信我们的神悦纳我们每一个人的敬拜，求我们的上帝悦纳我们每一个人的赞美。然后我相信我们的神垂听我们每个小朋友的祷告。我们一起来祷告好吗？我们闭上我们的眼睛，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今天与我们同在。我们虽然我们不在一起，但是我们你的恩典的当中，我们在网络在一起来敬拜赞美你，求你悦纳我们的敬拜，求你垂听我们每个人的祷告。因为你是以马内利与我们同在的神，因为你是应当承受来赞美的神，因为你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神，因为我们的神是最刚强的神。主，谢谢你继续保守我们，继续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恭敬在主的面前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哈利路亚，我们继续来宣告我们的信仰。小朋友都准备好了吗？我们一起来宣告我们自己的信仰，一起来，请。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着圣灵承运，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于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人中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
我信圣俄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一起说阿们。哇 ，Hello， 小朋友，接下来一起学习神的话语。今天的金句，今天的神的话语是诗篇119篇103节。再一次，诗篇119篇103节。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准备好了吗？一起来念。你的言语在我上堂何等甘美，在我的口中比蜜更甜。诗篇119篇103节。我们再一次来啊。你的言语在我上堂何等甘美，在我口中比蜜更甜。诗篇119篇103节。主的话语，我们神的话语是我上堂何等甘美。亲爱的小朋友，知道这是什么？这是棒棒糖，你们喜不喜欢？你们真的很喜欢。李牧师喜不喜欢？我有一点喜欢的。神的话语是比这个棒棒糖更甜更美好，所以我们今天一起来背，一起来念，一起来思考我们主的话语。诗篇119篇103节，给你们5秒的时间一起来念好不好？预备，来。好，诗篇119篇103节。我们接下来呢，我们已经都很熟悉这个经文，然后我们接下来我们用 chant 的方式， rap 的方式，有旋律在里面，一起来背神的话语。比蜜更甜，比这个棒棒糖更甜。我们上帝的话语是比这个棒棒糖更甜，试试看哦，尝一尝，来哦。小朋友平安，你们过得好吗？现在我们要背本周的金句哦。Are you ready? Let's go! 诗篇119篇103节。你的言语在我上堂，在我上堂何等甘美，何等甘美，在我口中，在我口中比蜜更甜，比蜜更甜。诗篇119篇103节。你的言语在我上堂，你的言语在我上堂何等甘美，何等甘美，在我口中比蜜更甜，在我口中比蜜更甜。诗篇119篇103节。119篇103节。诗篇119篇103节。Let's go! 你的言语在我上堂何等甘美，你的言语在我上堂何等甘美，在我口中比蜜更甜，在我口中比蜜更甜。诗篇119篇103节。你的言语在我上堂何等甘美，在我口中比蜜更甜。你的言语在我上堂何等甘美，在我口中比蜜更甜。诗篇119篇103节。诗篇119篇103节。好，小朋友，我们接下来我们再听圣经的故事。今天的故事就是耶稣可西曼尼园的一个祷告。我们首先我们在儿童圣经的软体里面抽出来的这个影片，我们透过这个影片来看还要听耶稣的故事。在花园里一起吃过晚餐后，耶稣对他的门徒说，
今天晚上你们都会离开我，留下我一个人。彼得马上拍胸脯说，我绝对不会，耶稣啊，我绝对不会离开你。耶稣叹了口气说，唉，在明天早上公鸡叫之前，你一定会说三次你不认识我。彼得回答，就算我跟你一起死，我也绝对不会这样做。等他们走到了克西马尼园，耶稣要门徒跟他一起祷告，但是门徒们又累又想睡，一个一个撑不住，都睡着了。于是耶稣就自己一个人跟天父上帝祷告。耶稣知道他的敌人希望他死，耶稣也知道他的死是上帝计划中的一部分。他祷告说，天父啊，有没有另一个方法可以同样完成你的计划？但是不管有没有，我还是会按照你的意思去做。突然间，黑漆漆的远方出现了一些火光，也传来一阵阵的喊叫声，大家都吓醒了。有一群生气的民众和士兵走了过来，他们都是那些宗教领袖派来的人。这时候，犹大走到前面，亲了耶稣的脸颊，表示跟他问好。谁知道，这就是一个暗号，告诉士兵耶稣是谁，让他们可以顺利地把耶稣抓起来。耶稣看着他们，平静地说，我就是你们要找的人。当他这样说的时候，士兵都被一股看不见的力量推倒在地上，不过他们还是爬起来抓住了耶稣，然后把他带到宗教领袖那里去。看到这个情形，耶稣大部分的门徒都逃走了，但是彼得悄悄地跟在人群后面，回到院子里等着，看看还会发生什么事。突然间，有一个人认出他来，问说，你不是跟耶稣一起的吗？因为害怕，彼得回答，我才不是。后来又有两个人问了一样的问题，彼得都说，你弄错了，我根本不认识那个叫耶稣的人。彼得不承认他认识耶稣。到了第三次的时候，公鸡叫了，彼得听见之后想起耶稣曾经对他说过的话，他就很痛苦地哭了。好，我们接下来预备我们的奉献，我们继续来唱神真美好这首歌。来，我们预备我们的奉献，但是我们现在无法在一起，不能奉献，所以我们首先我们的奉献袋，你看到这里的奉献袋，在我们 YouTube 里面有说明栏，里面也可以下载，在家里里面跟小朋友跟家长一起做我们的奉献袋。然后首先我们在这里自己奉献，然后我们在下一次我们再继续见面的时候一起奉献，可以吗？好，我们一起来唱神真美好。
各位小朋友，你们刚刚的敬拜非常的棒，非常有精神。我相信你们在家或者是看着这个影片，不管你在哪里，你一定都非常有精神来敬拜，对不对？好，很好。刚刚我们也奉献完了，我们要来做我们奉献的祷告。奉献是什么呢？奉献是我们把上帝赐给我们满满的祝福来献上回报给他的一个方式，是我们给上帝的一个礼物。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哦，不是可以拿来开玩笑的。所以当我们在奉献祷告的时候，或者我们在投奉献的时候呢，都要有一颗敬虔的心，都要有一颗仰望上帝的心。那我们现在就一起来做奉献祷告吧，跟我一起来。亲爱的主耶稣，谢谢你让我们今天可以来到这里一起敬拜。主啊，不管我们在哪里，求你来保守我们每一个人。主啊，也不管我们在哪里，我们献上的礼物，我们所献上的奉献，你都收得到。主啊，不管我们在哪里，我们所献上的一切，我们所献上的心，你都悦纳。主啊，谢谢你是如此的爱着我们。主啊，也求你让我们所奉献的金钱是可以作为你圣工上、教会上的补助、教会上的使用。主啊，你也来保守我们的爸爸妈妈。谢谢你让他们可以赚钱养我们，给我们吃的、住的、好玩的、好吃的，一切美好的东西都是从你而来的，也求你来特别保守他们的身体跟平安，也来保守我们每一个孩子、每一个小朋友，保守我们在以下的时间都可以更认识你、更亲近你。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接下来我们有个报告的时间。我们从今天3月29到下礼拜4月5号，我们下下礼拜4月12号，我们正光教会有决定了一个三个礼拜我们在大堂的聚会有暂停下来，但是我们的敬拜不会停顿呢，我们再透过我们的 YouTube 来一个网络，我们继续有敬拜我们的神。然后我们这三个礼拜我们不能在一起嘛，所以我们今天也是用四月份的每天与耶稣同行的我们灵修的版本都出来了。这个月呢，我们四月里面也可以我们读到生命记，哇，然后也是马太福音，有四福音里面的内容，也是四月十二号是一个复活节，好，复活节呢，我们这边路加福音24章1到12节的内容，所以在家里每天读神的话语，我们今天有背了神的话语也是一样的。上帝的言语是在我上堂何等甘美，我们口中的比蜂蜜还有比棒棒糖更甜美。还记得我们在每天用神的话语与神同行哦。忘记了一件事情，这个也是电子档可以我们 YouTube 里面的一个说明栏里面也可以下载有电子书。如果我想要有纸本的时候，如果你们在家长们在这周有经过教会的时候，我们教会我们那个儿主的夫堂的后面，我放在四月份的这个灵修课本。如果不太方便你回来教会拿这本课本呢，如果你就给我们在正光教会的 email 或者 Facebook 或者我们的 YouTube 的留言，那这样的话，我们正光教会的儿童牧区也是寄给我们的小朋友，了解吗？好，拜拜。好，小朋友，我们祝福你，爱你，我们领受祝福。但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交通，今天我们在荧幕前，在我们线上的敬拜的你所爱的小朋友同在，他们的家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